丽你要的无糖饮料啊？什么无糖？我要六四六四八九六四，听得懂吗？又在拿中国当提款机了，什么六四？听不懂吗？六四，为什么都做不到？啊，凯莉就想喝一四五零的糖，她喝不到，在那边鬼叫娘。娘，上礼拜就跟你说叫你帮我遛狗，就我的狗这样，还跟我说他很不开心，因为身边我的狗不开心。这两个人疯了吗？他很不开心，你到底在遛什么？受够你们这群没前途的了。老板还没遛哎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